包会长。包会长，为什么？为什么我是会长？为什么我怎么了？你刚刚在会长房啊？对啊，哦、不是、哦，我按错了，白痴。你是会长呢？你是会长，你是会长。没有，不是。我不是西瓜会长，西包会长。现在是选摄影机的脸、哦，哎呦，哎呦，八点了吗？是八点了，哎呦，八点了吗？哎呦，是不是我？是不是只有他有？应该是只有他有。哎、欸，对耶，为什么没有呕吐了吗？哎，真的只有你有哎，独一无二。我不信，再试一次。哎、欸，没了哎、欸，没了啦，没了，只有一次，只有一次啦。对哦。万人要洗掉才有的。哎呦、今天我们这个上次玩的大家饱受欢迎，我们今天又来全员逃走中。耶、yeah, 哎！耶、yeah, ！二零没玩过是不是？哎，对、哎。二零、哎、啊？什么？好，你有玩过吗？没有，没有，没有。那我跟你讲哦，关我屁事。很快哦。你我问第一组。为你介绍啊，就是要做任务，然后完成任务逃跑，就是这样子。OK， 非常的简洁有力。哇，我瞬间明白了。对，对很像、哦。你可以过来一下这里。这个是致敬香港的海洋公园的地图，好吧？我们会在这个整个大地图去做任务。那任务的话，有些点会告诉你说，就任务会告诉你说它是在哪一个点。比方说海洋海湾广场海湾广广场海湾广场，那你就要来到这里，好不好？对，就大概了解一下。那猎人呢，当然就是要想办法把大家给抓爆。那游戏的过程当中呢，哎，我们也会有钱可以去换出来，跟里面的村民去购买一些有的没的，尤其是猎人，因为他的钱会比较多，他就可以去买一些发光的道具啊。哎、欸，谁放我身上？要不要我就说不要硬塞。没有，那是迪叔，我看到了是迪叔，迪叔哦，迪叔塞的，迪叔塞的，我不会指令，迪叔会指令，大体上就是如此。啪、啊，其他有问题完了就知道好吗？好，卢米要记得开麦哦。就来挑战喽。然后呢，我们这个上次玩过后，作者有做新的更新。现在鬼屋好像收起来了，对，你看中间有没有白白的，白白的，准备要迎接中间的圣诞节 ，Christmas tree， 哇，这是上档数，热腾腾的，今天才刚出炉的版本哦，哇哦，那也没有傻耶，作者拿的哦。我听到了什么？我听到什么？你麦好爆了，怎么了？对啊，而且你麦爆音，觉得不舒服。真的假的？麦有问题？没有，你才有问题。你浑身都有问题。没有，我是大整妹。那我们就来准备。好，好，设定房。哎，有要当摄影大哥的，可以准备一下哦。嗯、对，哦对，那摄影机，摄影机准备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更新这个摄影大哥之类的，不知道、啊，不晓得。死亡后快捷键可以了。我记得上次好像说推荐是每人10万元，这么多、哦，这么多、哦，这么多、哦，很多，超多。那我们礼拜三玩的是什么？天啊，我们每人哈扣模式吗？一万，对，我记得他上次好像说预设就是希望可以多一点钱，让大家赚大钱。我玩的是哈扣，刺激，发大财、哦。还有特殊任务自选，哦，这不需要，这不需要。哎呦，怎么知道不需要？小游戏记得开幕游戏好像也可以选，嗯。是不是迪叔很需要？什么？迪叔把我电脑用坏。可是我觉得命运按钮还不错啊，都是看大家的运气。任务组合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是哦。那我们任务组合一，大概就这样喽。大家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就来。就猎人而已。换一个跑者，换一个跑者，换不掉啊！换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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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哎呀，哎呀，哎呀，是什么？我会欺负你啊，你！我问号，这你家会在哪？怎么办？像吗？猎人，你怎么不见了？二零 ，Hello， 他长得很像猎人啊。对啊，二零不用再投入了。对，他不用再投入了。对啊，就是他本来就是二零的，他就是二零啊。咦，这个人长得好像……你要等我们，我们在开幕游戏。对啊，他说欣赏。绿袖子，英国民谣，哎呦，香港卡什么东西？来喽，各位，即将开始喽！我要先进去，我要先进去，我要，我要，我要抉择，选我，选我，选我，我要进去，我要第一个就按到，我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要选我，第一个就按到，拜托让我选。8.33%，你等下手上会有一个是加速的，那你把它 Q 出来就会加速。啊，不是右键呢？右键右键，然后它好像会更换你更换位置，你就要一直右键选对位置。Q， 哎，是我，你们要什么颜色？繁星，繁星，好，巧克力就你了。哦，被 pick 了，拜拜，拜拜。来，可以加油，先走喽，拜拜。你更久一点，没有，我们那天也有直接开场，直接第一个直接走。繁星选择我，那我选择繁星，耶！哦，夸张夸张，我要进来了。繁星，哎，是我啊，我选择自己。好，再见，再见，再见了，低叔。居然，完了，我觉得低叔会有问题。没事，没有，换钱。还有别的员工？哦，哈基就是你了。哈基有看到换钱吗？啊，出来了！快跑！小雨，小雨很快，小雨在没啊？我的浅蓝色被选走了，快点让我进去！你已经要进来了，你要进来了，你先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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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个圣诞树，哎，对，等下去看。好哦，看树喽！好，已经把钱都领出来了。哎呦，出来了！哎呦，啊，你是买好啊？没杰克，啊，一个啦，好啦，好啦，好，我进去啊，我进去啊。你们在换钱呢？我们在买东西了。完了，没关系，二零，我跟你一样，对地图也都不熟。哦，他是这样子放的喽。他在骗你，他在骗你。哦，换完了，换完钱了。我换完，换完，换完，换完。先走，先走，先走。先跑啦！我连换钱的地方都……啊，露米，你要常丢珍珠再跑。钱有跑了。二零，我跟你讲，如果你看到我，我们先集资，我钱给你，我钱给你。你们干脆一对就好了。露米，你上次是在哪里买那个发光道具啊？我忘记了。啊，露米玩过，不好玩。他玩过猎人，他上次玩猎人，他玩猎人，玩得很开心。他是那个迷路猎人，我记得哈。我也很喜欢他。完了，二零，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了。拜拜。不要紧，我跟着繁星啊。我可以干嘛跟着我？自救，快点要去哪里管？完全不知道路啊！哎呀，这是宇先生吗？怎么了？怎么了？要赚大钱？这里可以进去吗？可以。越多的钱，你走去哪里了？这可以玩越多。走进哪里面？嗯？哎，我怎么看到你？他这样怎么把银变成铁？他就是铁，直接用就好。他就直接放上去就好，只是他不能就是用点的就是了。哦，到杰克了。哎，刚才预告，跟我跟到不见。我们还有一把，哎呀，你怎么在这里？箭矢射到地上会产生3×3的蜘蛛网。蜘蛛网，对对。哎，那边是女厕，那边女厕啊！你走进女厕。哎，可是小女厕。啊，是女厕。你说你走，这边才是男厕啊。猎人在那边，你说。Hello。哎，其实我跟你讲，没事。怎么？停电？任务来了。任务来了。要加速。停电任务吧，停电任务，停电任务吧。停电任务，我们必须要去哪里？找发电机。哦，低速。发电机没了。六台发电机，现在需要发电机了，各位。他有说发电机在哪吗？就每个区都有一个。你看哪个地方发亮？对，那区会暗，就是表示那边停电。嗯。哎，我自己一个人，我往前跑了，我往前跑了，往前跑了。我问他，开一个，开一个了，开一个了，开了，我开了。迪叔，你可以成为摄影大哥。好。波波嘞。嗯。有别。这台吗？怎么了？二零零零有出事要叫。没有帮你们杀掉波波。
问号，不杀掉不跑。2020好凶哦！我开了，开了，开了，开了一个了。繁星666，什么？我这里找好多点都没有。绕一下，这里我刚看到一个。巧克力开过了，发言。巧克力，你刚刚看到我。错了。我原本看到你，后来你就不见了。好，没事，我可以戴钻石头盔。我有看到有人飞在空中，有人飞在空中。哎，请喝隐形药水，你这样太明显了。大哥，请喝隐形药水，不然你就喝隐形药水啊。大哥，我听到隐形药水在飞飞，有人在丢东西的声音。没有啊，迪叔的，听错了吧？那迪叔啦，迪叔在你附近。迪叔在丢啊，迪叔在找隐形药水。对啊。他找那个投资的隐形药水，在这哎，电源箱是什么？这里还没亮吧？你说什么？你那边有什么？我这边有电源箱。哦，你可以拉一下那个控制杆，你就知道。对，那边就会亮起来了，对，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对啊，不然这样很暗的二零。啊，是啊，真的啦，真的真的真的是啊，用爱发电，你是好了，快跑！你人好好，跟你好好，人帮我们开，人好好，帮我们开店。他在蔚蓝湖畔，这是蔚蓝湖生存者的任务。啊，对，但是鬼也可以当好鬼啊！你是好猎人，对，好鬼啊，在这里啦，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朋友啊，要不要出来见个面？白痴哦，好啊，知道了，哦。泰哥，我刚刚一直在这里，看到过来这里。我刚刚想跳下去，换地方了。这里开了，这里开了。泰哥嘞，缺卡，缺卡在哪里？鬼屋那边吗？鬼屋的开了吧？鬼屋的鬼屋前面的我开了。还是熊猫馆？可能是。哎，对，我们可以尽量说，反正二零也不知道哪里。对啊。就像你们说，我也不知道在哪。出事要大叫哦！哭啊！听到心跳声了。嗯。咦，没有啊！想要波波出事要大叫啊！啊啊啊！波波啊！波波波波啊！聪明的也开了。我是波波眼结衣哦，尊重。波波眼结衣，你尊重哦。尊重哦。你很什么？你很重哦。他说我用我的本事压死你哦。哎呦，我的天哪！啊，还是那个一开始港口啊。这没完成会怎样？永久停电？就是我们身上会一直有东西在喷出来，我身上会亮亮的。他有钻石头盔，为什么？月说一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跑这边跑这边啊！我从那个衣服店拿出来。你怎么都拿哦？那种偷东西，好了，我换回去。你怎么可以偷东西？还偷东西？你要缴钱啊，2020。啊，猎人不用缴钱啊。把那个店主杀掉了，哎呦！啊，所以他把店主杀掉了。猎人的钱怎么没有比较多啊？猎人砍死人，他就会有钱。他会有钱哦，所以你刚有提领出来花了？有有有！哇塞，花钱如流水啊！2020，没有我领出来，我又没有买。可以丢出来。我跟你讲，你可以跟我集资，我可以给你钱，你不要杀我。好啊，在哪里？在哪里？他要先找到你才跟你集资啊，在银行，银行，我觉得这样说太模糊了，我帮20 TP 过去。不可以，可以，我帮你啊，我对你最好了。没有，你哪有？我哪有？我只要用 TP 来证明我。证明我是真的全场唯一正义赢家。打指令让他发光。哎呦，不错哦！哦，对了，港口的，所以声音开始港口那边。对，我开了。哇！666！哇！你我看后面的区域都亮了，老半天都找不到。对呀。找不到嘞。你绝对没有来这个一过来港口就看到了，好不好？港口就那个位置而已。刚好没找到那里嘛。好危险哦！我们找很多地方了。好恐怖哦！好恐怖！想先去看看可以换什么？哎、欸，他箱子里有财宝哎！对啊，哦，金跟银两个吧，好爽哦！哦可以先哦，可以翻箱子哦。嗯，对啊，我找到钱，好像就只有那个地方才有那个，我之前翻到处都没翻过。
就是哈记，哈记躲在那个地方溜过小雨的那一次。哦，那个隔壁的那个商人有卖，可以买不死图腾呢，很贵，哦，五块钱呢。咦？那修这个，哎，快点！很可怕。不会啦。减少时间，隐形。好，我真的看到鬼，赶快跑！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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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没有，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在我面前放一个那个。哎，我真的没有发现你。哎，你说你快点跪啊！你手上放啥东西啊？哎，我想到了，我可以去换那个啊，小素精的皮肤。小素精。就看到小素精在接任务了。太明显了。没有没有，不会，你要多找那个啊，村民啊，有发光道具的人就很好用了。嗯。但不用担心，他游戏时间差不多半小时，你可以慢慢来。对，可以慢慢来。我们可以播个广告之类的，你慢慢来。你只是让迪叔 QQ。QQ， 我找不到摄像头。没有，你来我这里，你来我这里，你来我们这边，你来，你只有找一个摄像头是找不到的，那是找不到的。你拿一个中介箱出来给我们，对，我们丢给你。迪叔以为摄像头是卖一块原始的，还在那边奇怪。发现不平台怎么找不到？难怪都找不到。这里怎么越来越多人了啦？太多人在这里的啦！在哪里呀？有啊，赚钱啊！哎呦，二零交易喽！二零交易完了，他要发光了，放个中介箱吧。完了完了！要啊，二零二零那个声音很夸张，一样不对不好。哈哈，棒！迪叔，你要不要放个中介箱？我跟你讲，你让迪叔复活，他可以把钱给你。啊，好像不错哎，我又多了十万块。不用啊，你只要杀波波就有钱了。我就说我只要杀了一个人就有钱了，对不对？对啊，我要在银行杀。讨厌的，讨厌。你在讨厌谁？刚第一个任务，他就一直在这里努力的寻找。有的。他是不是用了那个？他知道某个人的位置在哪一个区？对，他应该是用这个技能。这些需要的事情，他是某一个区域有多少个人？我记得好像是。啊，可是他又不知道那个区域是哪里，他在找啦。嗯，可吗？他在找了这个嘛。就像你现在叫我去哪？哎，我发光。完蛋了！发光啊！我看到有人在跑。这样啊！八秒。我要跑了。哎，跑啊！哇，辛苦了。哎，要黑黑要讲，黑黑要讲。你可以黑了，你可以黑，你可以黑了，你可以了，他追我。好，正黑，正黑，正黑。我黑了，我黑了，我黑了。黑爆他，黑爆他！有猫，有了。你刚刚在哪里？你可以告诉我。嗯，他在熊猫馆前面。哦，我刚看他在我面前。走又走，走了又走，然后他就用了发光。他变身，他是臭狼。嗯，拿一堆垃圾给我。哎，没有，我把鱼都丢给你了，我要走了，我不丢，不掉，不掉了。哎呦，又亮了，没发光，又来了，好多人呢，好多人哦，你们那边。哎呀，那个猎人发光啊！哎呦，哎呦，哎呦，猎人哪里去了？哎呦，很远呐，哎呀，没事，很远呐，很远呐。小雨，完全没问题啊！真的没问题啊！还摄影机嗨，嗨，迪叔，你可以来看我。我看摄影机了 ，Hello。迪叔，你可以来看我。好，救我！救你！完了，来，好，冷静，慢慢来。你可以不要再找我了吗？没办法，刚遇到。我对你没意思，你这样子是没有结果的。哦。问号？为什么每次都要有这个任务？哦天哪！为什么？邪恶牛，邪恶牛！哦，嗯，我要去帮助，我要去帮助你。我找那个在哪里？在那个港口。所以那工具在那附近吗？没有，刚那个工具会在冰的上面，它上面给材料。哦，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个哎。我要去看看。冰块溶解器。嗯，他就是稿子挖冰块啦，这样子。黑。
二零，你黑黑结束可以再跟我们讲。嗯，我们可以再帮你一次。可以不要再追我，你不要再看我了吗？我要去买企鹅了，企鹅没了。有有有，我有三个了。不要再买企鹅了。好啦，企鹅很可爱。小墨鱼啊，墨鱼不错啊，还是你要那个蟑螂、鲨鱼、蟑螂。对啊，你要蟑螂吗？所以你是先去找还是企鹅？所以是先去任务点找稿子是不是？找那个冰块。任务点就会有找冰块，找冰块，冰块上面有一个冰块跟一个箱子啦，然后箱子里面有稿子，让你把冰块挖完。嗯、哦，直接在旁边、哦。那这个任务很佛心哎、欸。对啊，哎、欸，我被砍掉了，对啊，那蛮快的、啊，太快了吧，那很快，这很快，那骑那很快，所以刚刚是在哪边？就刚一开始其实、那個、就是抽签的地方，抽签的地方，对 对。哦，我还以为在熊猫馆，为什么在熊猫馆？这样你就以为我在熊猫馆、嗯、没钱了，你没钱了，花完了，哎呦。你都换成干嘛？一直看我，我要投资啊！你要到银行找到我，才能给你看。哎呀，有亮的，哇，有亮的，哎呀，不要再亮了。哦，对啊，怎么有人在这么下面啊？还有猎人道具？谁啊？为什么？哇塞，鹦鹉螺壳太贵了吧？多少钱啊？哎，刚下面有一个、欸，这里啊，就我、啊。哦，你钓到了、哦。对啊，我钓到一颗。你也太赚了吧！我已经富豪了哎、欸。你真的很夸张哎，小富婆哎、欸，小富的富哎、欸，小富的富，满满的运气啊！又遇到了，看到你们，转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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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怎么？有看到他呢？可以互相通报一下。二零在哪里？哪一区？哪一区？他刚刚在那个渔村走下来的楼梯附近。等一下，你是吓到我。没事，怎样？你都没有发现我们看到你是不是？他被摄影大哥吓到了，他被摄影大哥吓到了。迪叔，你怎么乱吓人？哪有？迪叔啊，就是在报仇。你把我的电脑用坏了，人工湖不能钓鱼、欸，为什么？哎呦，人工湖好酷！哎呦，我想说有水的地方就可以钓啊。依然那是愿者上钩啊。我看到有人在飞了，提出你的名字在哪里？哎，又是名，在哪？他在哪？哎，他从渔村跳下来了。他从渔村跳下来。再来，我帮你们停一下。啊、没事没事没事。你们这样填迟早会花完哦。不会，我都丢八块钱哎、欸。好有钱，好有钱哦！哎，终于到。哦，迪叔，迪叔，摄影大哥要变回来了！不行，我不准让他，不可以！运气也太好了，哪里？去鬼屋阻止、哦，鬼屋、啊，你怎么讲出来了？哎呀，讲出来了！不知道，两边资讯不共通，对，两边资讯不通，对他不会知道在哪。对，哦，对不起，没事没事，还好这个都一点点而已，没事，我原谅你，我去熊猫馆啊。企鹅，哎、欸，我企鹅明明就用了。那个你要 Q 出去再 Q 一次，要 Q 两次。哎、欸，我 bug， 哎、欸，我有 bug， 我 Q 了、欸。要 Q 两次，对，要 Q 两次，要 Q 两次，要 Q 两次。我 Q 了三个企鹅、欸，哎，你是 Q 那个吗？羊毛，你是 Q 羊毛。Q 羊毛的话是给你道具，羊毛一点关系。有了，白痴啊！我阻止成功了，哦，你阻止了，他继续当摄影大哥，摄影大哥吗？摄影大哥。亏我努力的过来，想说有企鹅在手，原来那只是获得道具。对，企鹅背叛了你。你要把他的箱子拆开，里面才有道具。对，还没拆开。我太难过了。Hello， 不难过，不难过。我又要成为摄影大哥了。哎、欸，燃烧一效率三的附魔书可以卖多少？我可以打鬼了吗？大贵哦，大贵哦！哎，我这边有附魔金苹果，他拿不下来。我死得好、欸！如果掉到、啊、怎么有人会在那边掉到无限攻，我是很爽、啊、大哥了。无限攻吗？對啊、无限攻你这样那个投射网不就无限了吗？对啊，哎、欸，对耶，无限攻，哎、欸，这也没有用哎。可以试试看啊，你可以试试看，好啊，可以试试看，掉到无限攻就是命了，好不好？真的，不要再挤我了。
卢米。对啊，到底是什么在急？啊，摄影大哥是不是你？死白目！摄影大哥，等一下，巧克力是不是你？效果有个影子，巧克力是不是你？你在偷笑？我在这里，那个 shift 都蹲着，那是急还是急？到底是？迪叔也在这，真的。我来偷看一下，偷看一下，我不知道我在哪。啊，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好胖，好胖。这大哥发亮啊！我可以偷看。没有，我现在是货品。那边危险，那边危险。哪边的？真的真的？那边危险吗？就哎、欸，那里不好讲。在圣诞树附近。我感受到，我感受到了，我感受到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吗？来了，他来了吗？他来了。哦哟，巧克力呀、啊！他在前面挡住我钓竿呐、啊！哦哟，你怎么看我？我只是个摄影大哥。哦哟，摄影大哥哦。你这样，你这样妨碍节目录制，这样不行。我的鱼，我的鱼。对，还会吸到你。对啊，你们会吸。你们要还，你们要还呢。欢迎大哥把任务给吸走了啊！哎呀，亮晶晶的，亮啊，亮晶晶。哎呀！哈哈哦，我要来看老少宇了。你要来？这边也太滑了吧！变成鬼你就完蛋了。二零是多么的 QQ， 你要努力炒啊！太暗了，你要还有那个加速键，你追我就可以追那么快？问号。哦，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帮你。因为我想着我可以帮自己，结果都只是在开箱器啊。开箱器了，真的、欸。礼物包还没开启啊！我有企鹅，你看我有三个企鹅，我有三个企鹅。哎、欸，有一条，哎、欸，他进的鱼没捡到。有一条鱼在路边。你也太高了吧？不是哈进怎么跑去？哈进你的鱼又跳。丢出取得道具，我就想说丢出使用。太难过了，就是你外面还有一层箱子还没拆，對對對對，包装要拆，包装先拆你才能吃啊。嗯，不行，我一定要想要来看看这个企鹅长怎样。没有，它就是海灵核心那个东西啊。对，它是海灵核心。哦，它只是名称叫企鹅而已。嗯，哎、欸，你在放生啊，而且两只河豚了、欸，哎、啊，河豚了、欸，哎。两块钱的，赶快捡哦！对啊，多啊！你不这不要吗？捡下去啊！你们有多的吗？你们有多的吗？我知道了，多的什么？你们手上的东西我没捡。哎、欸，我有、啊，我有钓到一个啊！我有钓到一个。哎、欸，其实你说不定可以捡到，就是你一捡到就会回来。哇、哦，这里太多人了吧？这怎么回事？就大家在想钓无限弓啊？怎么了？想无限弓啊？无限弓，我在把风，我在把风。哦、你会不会来故意不讲那边笑啊？二零，是是，我现在是间谍，我是间谍。会哦，咦，有一块，我是转特转，他来了啦！来了吗？来了来了，快跑！大家快解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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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大家一起，然后现在大家一起，完全受不了啊！二零，这个我们就是打麻将被抓包嘛！我先丢了一个企鹅啊！大家快逃啊！不用紧，我现在就让你们先用掉，然后等一下。没有，我们赚到很多钱了。我们很多钱。我觉得你每隔一阵子要来这里查气一下，看有没有违法捕捞。一下，一下，这黑市，主要是这里可以钓鱼赚钱啦。你要看有没有人在这违法捞鱼。对，小雨玩的很开心哦。他们都在抓樱花公母公母龟啊。公母吗？公母龟啊，公母龟，公母龟，公母龟。瞬间大家都逃离了。哎，二零你也去，你也可以去钓鱼，你会买更多的钱。对啊，你也可以钓。你看所有猎人在钓鱼，那他钓鱼我们就安心了啊。对啊，对啊，我们可以要赚大钱，有没有？又一堆道具可以使用了、啊。安薰衣草啊，他还在钓鱼的地方哎、欸，天哪、啊！我跟你讲，那个
后面只有个 NPC 的地方可以买钓竿，要两块钱或一块钱都可以。你这个赚钱太慢了，你不要真的想买。没有，他可能不会知法犯法。知法犯法。你的一举一动都被人家看得清清楚楚。哦，这个到底怎么打、啊？这很麻烦呢、欸，到底怎么用啊？散布在园内。我发现有其他地方也可以钓。南瓜。要去深海探险号的月台控制器。啊、哦，这个就是我上次那个要一步一步来的，就是很麻烦的那个，麻烦那个。Partner， 对，我已经找到，对他需要 partner。他需要 partner 了，所以我们要去那个地方找 partner。对，去那个地方找 partner。好，可以找他的 partner。好，你们加油！杰克这边有东西哦，你找到了吗？哦，找他的 partner， 找他的 partner，partner key， 护送任务。哎、欸，终于！啊！你烂你！来不及了，小破死了，糟糕了，完蛋了，他的钱要变成猎人的钱了。哎、欸，杰克，你拿到 key 了吗？没有没有，他说要到另一个地方找他的 partner。哦，所以他那个现在，所以每次会有不同哦。感觉是差不多啦。我想他讲的是同一个啊，上次在这里，对啊对啊，是找那一个没错。他会再跟你讲下一个讯息啊，哦、对对，还要再去找下一个了。那下一个在哪里啊？有办法什么？嗯，就是对，提示一下 ，Hong Kong。哦，那对啊，对啊，就是 Hong Kong，Hong Kong 跟 Fish 嘛。对啊，那就没错。那我以为是 Hong Kong， 就是他，就是他啊！你是不是不知道在哪里啊？你怎么还没找到他？我找不到啊，他在哪里啊？杰克，你上次不是你上次没有，上次没有那个吗？我上次后面没跟，好像没有啊。对啊，你上次那个出那个这个杰克，这个这里 ，partner partner 这里这个他可。边呢？有了，应该是你们。我、哦、拿到了，有拿到 key， 有。都带我走，带我走，带我走。好，拜拜。回去打开。小雨，你要隐形？我知道，我在拿那个。啊，你先拿，我要。远，看，你看，你在哪里？在你后面，在你后面。后面，好，我输了。对，哎呀，我拿了。等一下。哇！哦，有事。他看到奇怪的东西了。我那边关键了。然后闭眼睛。还在追。Q 啊！运气好吗？哎呀！沙瓦鲁豆，一个企鹅，又一个定身。刚警察查岗，他都没有看到。哦呦！啊！这里这么厉害啊！二零很火大哦。2020，不要打！这怎么玩？这怎么不会玩？屁啦！这有这么多企鹅啊！这个要他还会讲，他还会告诉你下一个点。哦，还有下一个点，丢一下好了。有没有最多的告示牌说要前往那里，然后了解提示？对，你按错就没了，你不要乱按了，你真的要去找那个点。哎、欸，来了！快跑！我增加30秒，增加30秒。好啊！我时间还那么长，上面绿色还那么长，你在增加什么啦？没有，因为时间。你不如让他再定个20秒。我买错了。自己买错，还要在那边说自己一样很厉害。我帮你们增加30秒。完全毫无意义的。没有没有，就是这个是你懂吗？就另类的，我增加就是邀功啊，邀功啊。就明明不是不需要的，然后就在那边硬塞给别人，然后说我帮你。我知道啦，这是哪边啊？这边吗？我不知道。剧场，其实好像是说剧场吧。剧场。嗯。剧场。我刚刚被他追，所以我现在是绕开。猎人在探险号哦。哎、欸，如果猎人乱按，那会怎么办、啊？打他。这是什么？打他。打谁？打你、啊。他被关在里面一辈子啊。对吧、啊？我们就不用。哎、欸，对，是被关了、啊。猎人不要按按钮好了啦，不然太…… Okay. 对，但是你可以蹲点或干嘛的。没有啊，我不想蹲点啦。都不要，都没回来，不要。哦，看到了吗？完了。他现在过，顺顺的走过来，顺顺的走过来。你怎么又参与了？
我 Q 啊！什么？你是不是爆发头？回头，回头！我爆发头是。你们，你刚前面转角就遇到他了，我是叫你赶快回去。啊，那个力，他危险的路线。不知道哎，这个任务不会解。哦，在剧场里面，在剧场里面。我现在忘记剧场在哪了。剧场。在雪白的地方、哦、这个前面这个提示是不是对这个这个数字啊哦还有一个提示好奇哦我没解过那个哎、欸、行、哦、就好怕我死掉可是可是、这个跟答案有什么关系喂看一下吓死哦吓死你猎人在鬼屋那个鬼屋那边位置哦在附近啊哦、oh. 鬼屋、不是不是鬼屋那在哪里啊哪里你在哪里 啊, 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大黑黑的房子大黑黑房子大黑黑啊现在那个探险号前面为什么你都看得到我只是你看不到我们而已啊剧场还是说其实不是前面那个是海湾剧场里面地板有那个颜色的羊毛会不会就是那个地板有颜色羊毛这个颜色羊毛啊这不是任务点吗？就是每个地区的任务点颜色不是不同哦、因为他要按的是那个、啊、颜色羊毛的啊对啦是没错可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真的很紧张这里是可以上去的二零你很忙哎、欸、别手点了吧二零对啊对啊因为他地板要按的就是蓝色、红色、橘色、白色、青色、粉色、绿色、黄色。需要帮忙吗？不要，不要，不要，定了，定了，定了。十秒后，十秒后，十秒后。二零你好，我要两只气了。我不好，赶快跑。哦，多米要跑去哪？我知道，如果有生存者来到这里看到我，可以跟他讲题。我二零在看我，二零在看我，太明显了啦！你要上那个啦？没有啊，我不想看。对，影院有看到那个、啊、那个上面写的数字吗？没有，没有，我没看到，但是我看见二零他在我附近绕来绕去。你们生存者有进去，然后看到那个数字在，我在说答案。好，他是真的有答案。哦，有啊。对，脑筋急转弯。暴力破解法。不行。要整一次，我刚听到村民的叫声啊！我刚刚听到一声嘞，有人在买跳高点，二零跳高点。我刚刚在玩东西啦，我在玩东西，白痴哦，吓死我了！哇，这里也可以掉啊！我只要有水都有人跟我讲，我才知道试试看。我刚刚就是在后面钓鱼啊，就是哦，有水就可以哦，哇，对，只要有水就可以。好强哦！优化工程，哎呦。这个也地方也太隐秘了吗？我刚刚被追到一半，想说啊，这可以跑就下来了。哦，对对对，这里这里也可以。太多摄影机了啦！你们超夸张的。我刚是在那个……你跟你讲，你在这里那个二零绝对找不到我。二零绝对找不到。我刚是在动物世纪。没关系，二零发光是不是用完了、啊？你是没钱了？任务时间快要没了。所以它任务点在哪里呀、啊？刚刚你们里面有看吗？有看他写说要在海湾剧场可以获得提示。对，我也想过去啊。嗯，笑死我了！在海湾剧场堵点啊。嗯。他在堵点啊，他过不去。没有，你们就在这附近啊。啊，我们就是要过去、啊。因为你们的道具的消耗也越来越快要没了。那我去钓鱼了啊。嗯。他往熊猫馆，没事，他又回来了。你要去钓鱼，但进入海湾剧场其实有很多个位置啊。嗯，有不同的路可以进去。他往那个香港村上去了。香港村，对，渔村。台湾渔村，台湾渔村，渔村对对，渔村上去了。海湾剧，为什么都看到我？你就那么大只，你看不到他而已、啊。就对啊，你就只是看不到他而已。我用透视，我用透视。他既在卖东西啦，他既是村民。你每个村民都敲一下就找到他了，对，你就知道他了。躲猫猫，躲猫猫，村民躲猫猫。有问题可以说。啊，这什么意思？进去。你看，你要说出你看到些什么？一百减一等于问号199。那就是以国字来说啦。
一百是来说一百减一。哦，到了，完了，完了，白吧，不是吗？啊，到断了，白啊，白一点，再上面一个，就是白，哦，白，对，要按下白色。哎，那还有时间啊，不知道，还有，看看，啊，因为刚刚有加长，是不是？哇，波波真的有用嘞，波波，对啊，还有没有加长？冲啊！还有没有人有加长？没了，差一点，一六五，白色。哎呀！最后一秒按到了，哦，卢米，我然后呢？然后呢？上车，他就不会跑出来了，不会跑出来了。躲啊！因为那个是南瓜会来找你。刚那个到站是南瓜不是吗？对啊，是南瓜。对，所以赶快跑，这时候就跑了。没有按的话，会有那个坏南瓜过来。对，恐怖死了！我们成功阻止了，阻止南瓜了。所以然后呢？我们要去哪里？躲起来。你就是再躲起来，继续再躲起来，躲起来就好。任务结束了，对，任务结束了，任务结束了。再来一个任务啦！加持有用嘞，我的天啊，有的，你好棒哦，天啊！不能怼了，你最棒了，预言家嘞。露米也有用一个，露米也有用一个。我拿摄影大哥出气，摄影大哥已经到齐而已，不要打摄影大哥。你自己离开这里的，你蹲到最后就可以了。哦，哎，猎人，啊，那隐形的哪里？你叫我吗？啊，隐形 ，biu biu， 你干嘛隐形？隐形一下啊，我害羞，害羞于草。嗯。猎人看不到我了。你可以的，二零，你可以的。嗯，有需要用用隐形？为什么你可以隐形两次？啊，我有买啊，我买两个啊。可是我手都没有公告啊。啊？为什么没有那个？自身而已吗？他第二次没有显示。哎，有吧？第二次有吧？你是丢隐形药水？还有广播？真的？还是你是隐形药水？不是，我怎么会有隐形药水？好不好？创造拿的啊。摄影大哥丢给你的，对啊，有没有作弊？没有，摄影大哥刚刚那个迪叔丢给我的，他叫我一定要喝。我哪有？既然波波都承认，那你就要被踢出了。哎呀，我都说那是摄影大哥叫我喝，他强迫我要喝。你说你是工程师，那你还是有罪啊？你还是喝了。不会，我供出实情，我应该要减免吧？我要减免罪责吧？啊，原本封锁一年变封锁半年，封锁两年了，我没有最怕。他现在探险号前面要买东西，哎呦，都被看过，他被掌握到，哪里啊？完全被掌握，各种哪里啊？真的是很害羞哎，哎呦呀。他在你家暗装的监视器啊，在身上。你怎么那么惨啊，二零？嗨，我对着我后面打招呼，你有没有看到吗？他是装在你厕所，你知道吗？你在找谁啊？你怎么在雪地上快乐奔跑？等一下。游戏要结束了耶！你只抓到了两三个人。你知道累积的奖金是鬼猎人要给我们吗？现金哦，现金，现金哦，现金。马来西亚币哦！哇，我被找到了耶！快跑啊！快跑！快跑！我帮你啊！快跑啊！帮你，技能道具用了。对，不用就没了吗？不用就没有了。最后了！我要变。你要回头变鬼面前蹲蹲吗？快变呐，变呐！什么人拿着一个？快点打哈基达，哈基达打了！中了哇！还是他说的？耶！瞄准！你们是很坏哎！我在湖那个湖畔旁边。鬼的尊严！你们看那边，扯来了！来呀！咦！你就来，哇！蜘蛛网哎，有三人被抓，好惨哦，地叔好惨哦。
我好像是被你害死的。是，你可以说是，是的，是。没有，没有，你误会了，这不是。哇，哎，这个结算之后有这个累积奖金，这滑稽特别多，好多人。因为我没有花钱，我只花了那个两万块而已。哦，你是买钓竿的？对，用钓竿开始赚钱。哦，零块钱。钱财是身外之物，有什么好说的？钱财一切都不重要。你要不要血耻再当一次鬼？因为钱财一切都不重要，反正以后你的钱就是我们的钱了。好耶！谢谢二零，你分下来，谢谢二零的抖内，谢谢二零。来，我们再一场。好。来哦，我们这一次挑战看看任务组合三，他要35分钟比较久哦，都没有玩过。好，啊，需要摄影机来复制一下哦，要摄影机要复制一下哦。感觉前十好像有点太多哎，有点啊，我的钱不见了，吧没钱了，没钱了，我就五好不好？刚刚赚到的钱拿来用这样子啊。哈哈，是2000块耶，太贵了，太酷了。每人5万块，任务组合是3哦。啊，那我们看看这次会是谁当主？哦不，我等一下就要定时去查。当鬼很可怜呢。等一下就要定时去稽查，看有没有人钓鱼。抓去，我就买钓竿去其他地方钓。对，对啊，我要去有水的地方，我就去不知道哪里有水。又到了点点时间，我要先去买钓竿了，再见。先出发，先买了。出发！我的天哪！直接出来了。快乌飘要怎么进啊？我捡到了有人的蛋蛋，那是谁的蛋蛋？我不小心把蛋蛋弄出来了。你往右走，我都没活过，你去别边。你可以跟我集资，我先不杀你，可以把钱吐出来给我。你先去别边，你真的，你去右边，你不要再来了，我让我游戏体验。有，哀求，他哭了，他每次都没玩到。你以后要玩，你跑超难的。有，我是银行，来跟你收钱。我现在这个利率蛮不错的，现在存款只要。没有回馈都有定存的，很好。天哪！太衰！你存10分钟之后给你。哇，我神手哎！好可怕！手哎，很猛，一直放。你这是水印！哎，我神手哎，我一按就按到了哎，太痛了！我被领钱啊！哦。人都从那边过来，等下该不会？没有，没事吧？这边误会了，误会了。嘿你嘞，嘿你嘞，真的来了啦！拍手，真的来了！来，交易，快，快点走！哪里？我走了，哎，等一下，我不小心用到那个了啦，用那个，不要乱用。蛋蛋的，我的变成蛋蛋，你的变成蛋了。你再用一次其他道具就可以。你再丢一次。我整个就是蛋蛋。你这样就丢一颗蛋，丢蛋，你快丢蛋啊！丢蛋正常，和丢蛋会。没有，我还是。那你就不要丢了嘛。那你把全部的，我全部都丢出来了。哇，怎么在那里？怎么在？5分钟内到达的话，就会开启。通道，嗯，转圈圈，增加逃亡的路径。对对对，会有那个新的逃生出口之类的。哎，很棒呢，在这里啊。哎，怎么海？等下我看，怎么海龟跑出来了？海龟娘还是海龟？红饼哦，转圈圈。哎，我没有加速道具耶，我的天哪！你有，我就刚刚是丢到蛋蛋呢，找到了，我找到啊，就是婆婆啦，白痴哦，对啊，就是婆婆啊，可是婆婆这个我还是不知道在哪，更多水域的地方，婆婆到底是掉在哪里？这什么东西？我拿到什么东西？我觉得你们看可以看鱼池，就是那个钓鱼那边，
他借不到存款，水很多啊。他借不到存钱。不要啦，你走开啦！阿纪，钥匙在我手上，我拿到三个钥匙啊！哦，你拿到钥匙了。我在努力，想去救你。等一下，阿纪有钥匙，我想换个暂停。我想换暂停。我在买，我在买。我好像成功堵到他，是不是？对你有黏到他，你有黏到他。哦，你好萌啊！他被黏住了，二零跑了，二零跑了。我二零，二零，你黏到二零，鬼的样子就像你啊！要吓我！二零来了，二零来了，鬼追你，二零来了，二零来了。我刚刚转头看到二零，好像是鬼来了。露营那边不要太过去哦。我没有加速，看到吗？好。你怎么会 Q 到他？他救成功吗？你要干嘛啦？他在那个小雨字的下面。我没有加速跳救什么？婆婆在那个下面。婆婆在这里哦。你要走楼梯上来，你要走楼梯上来，你要走上来。走上来。对，你看到婆婆吗？她去在哪里？你有看到婆婆吗？我在就是。她是我们常上来的另外那边。那边对对对，直走，你那边直走那边。可是交给你了，你有 key。下面要小心一下哦，刚刚他在中间。他自己这里走，走，跟我走，跟我走，边这边这边。啊，他来了！我知道转圈圈，不用。哎，帮你们，帮你们。好，快走。我天哪！不要，杨婆婆，不要。我不叫美丽呀，哇！哈哈哈哈哈哈！干嘛笑？啊，杨婆婆的台词啊！对啊，我不叫美丽呀。哎，我要去找地方赚钱。哎，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地方哎。刚刚有一个地方杨婆婆，你那边不安全，你知道吗？希望。但其实没有开心的路也是可以啊。开心一场吗？哦，至少不是啊，都堵住我们。至少不是不结任务，时间会继续加。真的，你说不让我们玩 QQ， 哎，我没有加速道具呢，怪我喽，怪我喽，然后我们做一样，跟就是有人，就是有人的掉了啊，那你为什么要去捡？地上的红包不能捡啊，他捡了还把它拿来用，你是用了我的，然后就坏掉了，对，我全部都坏掉了。谁叫你要乱捡？上次露米捡到他就没。还有零，超乖，我都没乱用、啊。那里对面。哦，六，这样你有3块钱，耶！解完了。香港，你是在哪里找到那个的？丛林天地的后勤通道。对啊，钥匙在哪里找到的？哦。只有指定玩家站在激光上可以获得究竟隐身术。所以你在那里会一直隐身吗？哈基，你一直隐身吗？哦，我懂他的隐身，我要去自杀了。不要，可以啦。不要啊！爸爸在追我。哎呦！你可以使用你的究竟隐身术啊。究竟隐身术，对啊，只有你可以隐身，这样去一定只有获得成就，没有任何的效果，就是一个嘴。这我觉得可以。作者叫什么名字啊？杨婆婆，好好说话哦。哎，等一下，等一下，那边有另外一个，你可以跟我一起玩。你怎么跑到你那了？反正他刚从我这跑过来了。不要了，皮欧皮欧。表示那是我的鱼啊。他不屑你的。你看我的也是啊。跟我玩一下嘛。你看那个啊，当时你大哥也很好玩。有。你刚玩了一整场。很气哦。他。你再跑一下，你再跑一下，再跑一下。不行，我这道具只能留给我了。喂，再跑一下。哎，等一下，那边怎么？警察，等一下，
警察临检啦！警察临检啦！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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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将还在那边。想别人用道具，就是你要把鬼引到别人那里。我在角落了，怎么来做对方？哦，我刚想说你应该已经走了。没有，我在钓鱼。还敢钓鱼啊？我突破看到一根钓竿已经折返跑了呢。这个是重点临检区啊，没有临检区要改了，现在是另外一边了。对，现在钓，但这段时间是正常的哎。刚被发现两个人在那边聚众钓，三个好吗？三个，我在另外一个角落。第四个，第四个，我们也在那边哦。你是躲在楼梯那边呢、啊？然后后面有没有其他人？刚刚就是你上一位，就是那边钓鱼 啊是啊，对啊，我钓一钓捡不到啊，白痴哦、喔，还敢钓鱼啊？嗯嗯嗯，但是没事，我们可以那个躲在角落啊。对，你是摄影机大哥了，来，我刚就说我要来帮鬼的，不要，我会阻止你的。他自己可以看我钓鱼啊啊。你是不是要带东西来了，露米？没有，就是没有带东西。宝宝，宝宝，我帮你。怎么了？你帮我什么？你跟着那个导航走。导航，二零，我们现在银行存款很优惠的，真的。二零，快跑！有人跑，有人，你们二零出卖我。你看二零，你就不把钱都领出来，对不对？你领出来就有道具了。领了就没事，二零二零带人来了，快跑！二零不要带人来了，哦哟，二零救啊！救啊！重点零，怎么了？有没有拿到了？有没有拿到了？哦，有了，我有花花了！天哪，我的天哪，我有菊花了，向日葵。你觉得不舒服啊 ？K 哥，不舒服，这很奇怪。你就把菊花给了他。哦不，我让他有两个菊花了。杰克，你要不要搞一个？好，好，我用，我用，好不好？我用。破两个菊花了，破两个菊花了。阿里，换你救我了！不是，我还没有来的。哇！有有好好，等黑结束，我跑不掉了。Q， 我要去找新的钓鱼的点。我们需要新的钓鱼场。对，我们需要。可我刚刚钓了都会喷出去，哎，根本捡不到，超难过。他如果掉在水里，你可以跳下去捡。跳下去然后捡哦，警察要临检喽！警察临检喽！紫丝伯，我都一直去那里啊，都不让我们钓。真的不能钓鱼的一天。没有啊，没有那个，我就说了，我是警察，你们打麻将，公开打麻将。我们是钓鱼啊，我们打麻将。没有人打麻将、啊。对啊，在那边钓红中啊，哇，两万。你是不是想要收红包啊？对啊。哎呦，谁钓了一颗？想收会才能去、欸。不是，不好意思。救命啊！没有道具啊！没有哇，露米，我想去换鱼了哎、欸。他不在换鱼那边，他不在换鱼那边。哎，没关系。哎，他不见了，他没有追我了。下一个任务，等下一个任务。居然有这种地方。他没有追我了、欸。这个任务组合三的任务好像比较慢呢、啊。这个是治疗的、啊，应该再过那个三十秒。不是有村民声音，你没有听到？有啊，他在买东西啦。哦哦，猎人买东西会听到那个村民叫声。哦，嗯，买什么？你刚刚买东西？我买那个、啊、没有领钱而已。我就要发光了哎、欸！领钱不会有声音，买才會领钱不会有声音哦。在骗、嗯，又在骗，又在骗，谎言，还说银行利率很棒，不骗的。对啊，那干嘛领出来？对呀、啊。在里面就好啦、啊，存进去啦、啊，领到零块钱，傻眼。嗯、警察领钱，警察领钱，你怎么买气了、啊？你买了之后，哎呦！不在内的玩家强制淘汰，万兽红石火把，是不是翡翠平原呢、啊？万兽红石火把啊，我知道，就是上次很多村民那个东西。对，哎、欸、靠，就在这边哦、喔，就在这里啊。赶快找、哦、他等一下要来了。巧克力上面，巧克力上面，就在我们上面。我到了，我没有钱了。他红石火把多少钱？要领一块吧。要一块钱吧、嗯。哇，我也没钱了。哪里啊？来了啦 ！Hello，Hello，Hello，Hello。我去领个钱哈、啊。
他来了，不是啊，这村民走太散了吧？对啊，他这次村民怎么全部都在逛大街？等一下跑啊！真的是逛大街，快跑啊！快跑啊！啊他吗？是他吗？不是，快跑、啊！不是，不是，不是，快跑啊！快逃！他都不让我们做任务。他都不让我们看呢、啊，哎、欸，这次真的很过动，我真的是认不出来。哦、我看到他在哪了？他在哪？我可是我是鬼耶，我认识。啊！来啦来啦来啦！那、啊、他就是不让人领钱啦，要一块钱才可以买，是不是？对对对，一块钱、嗯。然后他现在目前是在有点难讲，他一直动。波波停下、啊，他大概在哪一区就好，哪一区就好。你们不是有老鹰？我老鹰，什么老鹰？有企鹅，不是有企鹅？我企鹅，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在讲那个任务干嘛的？我在讲任务。有、哦，他现在站在花上面，他站在雪地上面，他站在草地上面的、哦。他好忙哦。你吗？我走到了，快走！哦，太神了！我刚好在旁边。太神了！快逃啊！所以波波现在在鬼屋那里啊？对啊，我在鬼屋那边啊。他在蔚蓝湖畔啊、他在钓鱼那边啊，买钓竿的那边。刚刚帮你们，我要帮波波一下啦。波波，你现在这一区里面有一个人啊？不用啊，我可以自己不行，不行，他有道具可以买，可以自己买。他很厉害。我刚刚没人帮我。哎呦，你怎么又来了？那这个人心很难过。哎呀！救命啊！哎呀！没关系，我已经完成很多任务了。所以你最不该死啦！你就射到我，你人家射那个射地板，你知道吗？要射在地板上。啊，是哦。啊！我死死了！到底输？不要动我了！完了，我没有东西可以帮你们了。有三万块了，那我去买个发光好了。天哪，好讨厌哇！直接说我讨厌吗？不、啊。二零，要不要跑？啊？哪里？哪里？他在换鱼的地方，鱼池，他换鱼的地方。他一直在封锁鱼池、欸，很讨厌。对 啊, 對啊，你们这么喜欢钓鱼，对不对？我要一起钓，就是。一起集资嘛，集资啊！人家要把钱领出来，不给人家领钱。对啊，对啊我没有，我哪里有领？哪里有领？不领出来怎么跟你集资？把钓鱼的伙伴全部都打死，还说一起钓鱼，傻眼。对啊，没有，都被骗人。骗子！天哪！小心你会在社交平台上被靠背哦。没关系，我这个人最缺的就是什么？被人家曝光吗？好，对，你们可以大量曝光我，波波也结衣。恶心！亮一下，亮！哎呦，那边有一个，哪里？哦，有一个这边这么低的，哪里？他该有钱啦、啊！他在哪里？你在哪里？啊！哪里？他在我这，他在地下鱼池，地下鱼池，那我就地下鱼池。那我就放心了，你是这样讲的吗？继续掉吗？太可怕了！警察零件，等下，现在这个谢尔好像是有点强。好了，武汉好，那要两块啊，还行吧？对，两块，而且那个逃亡者的东西不是自由。帮你讲话呢？啊，我自己是觉得还好。他不稀罕。不稀罕，他现在觉得都是他靠自己的，靠啊，我没有，我是靠他自己，他靠自己杀了四个人，你要催他是不是？你要催，这个我的菊花，菊花啊，小心你帮我看一下，我在看，到底哪里还可以钓鱼、啊？看到有一个在飞，欸、对，我要趁飞低点，哪里可以钓？我刚刚说我找到几个蛮奇妙的，但是摄影机大哥要去找一下，摄影机大哥要去找新的聚会点了。跑了跑了跑了，哪里？哪里还可以钓鱼啊？可以钓吗？不行，大家都想钓。
哦，这里也可以赚钱啊！有没有其他赚钱手段呢、啊？对呀、啊，小游戏可以玩啊。哦，是哦，要钱吗？好像一块钱。哎、欸，卡住了，卡住了。咔咔咔。没有钱。哎呦，记得小游戏有改过，啊、不是一块钱可以。哦，这里有两个鱼池啊！我先走了，我先走了，我先走了，先走了。在哪里？你脚下，你脚下，你脚下。我来了，我来了。不行，我先用，我先用。好，你在，你在。嗯，来，在鱼池呢。对，往鱼池走。那我就放心了。往你那走了啦，往你那走了啦。我是我看到巧克力的头颅，是我看他来了，他往这边走了。没有啊，摄影大哥，摄影大哥。哦，摄影大哥，为什么拿我的头啊？压迫感，压迫感，很帅。嗯，有吗？还有没有？我快知道了，是谁？为什么没心跳声了？嗯，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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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用我的头看我。巧克力看巧克力哦。那哪一个会消失？卢米在叫什么？哦，这里也有一个。不要在鬼屋。完呢？完呢？我帮你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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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黑哦。居然从这里进去。你可以看这里，这里也可以跳。你在哪里？我看一下。Let's go. Party party. Oh, 这是上去哦？可以啊。哦，这旁边是不能过来吗？可以吧？这有办法上去吗？他买东西了啦！还买东西？不要一直买。有没有买？哦，好像没办法。没钱了，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的户头？你领完了？好像不行哎。小游戏不错玩哎。我在找各种丢物品。小戏有可以提出吗？换、啊、钱吗？我觉得蛮赚的。哇，不行哦！小戏可以换钱，不行，可以赚钱。一块钱可以。零减零减。我刚一块钱啊，我给一块钱赚到三块。哦。它冷却了，可是小游戏的 CD 很久。那算了。有了，好了 ，CD 好了。但至少安全呢、啊。你在算了什么？你在里面是安全的。那我就放心了吧，应该这样讲。这个不安全哎、欸，会被打。不安全吗？哎、欸，我跟。突然找不到你们那个、欸、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放心了。他刚往鱼池那边走，没事，我这边很安全，我这边好多鱼哦、喔。哎、欸，这边怎么对了？Biobio都不让我们钓鱼、哦。我的梦想是没有、啊、哦，你要买东西了，又买，我就没钱了，我要买屁啊！我怎么听到？身上有铁锭呢？我身上真的没有铁锭，这是其他人哦。哦，哦，这个喊任务哦。哎呦，迷路，哎呦，这丛林入口处，这应该就是获得有利的道具。哎，你们怎么讲出来啦？啊，你没听到。你没听到？哎呦，恶灵遇到恶灵了！遇到恶灵，帮忙恶灵！他那个他在吼叫，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看到任务了吗？白痴哦、喔！怎样？怎么了？怎么了？他也在那是不是？白痴哦、喔！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吧？哦，对对，应该在你们那吧？有吧？他要打第二次是不是？哦，可以，这是不是 bug 啊？可以一直打。哦哦，现在这个时间都可以一直拿，是不是？哦，你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打错了？打错了，谁啦？谁打错啦？卢米打错了。卢米啊，卢米或者陈硕的话，卢米你不要打，卢米你不要打。可是我没钱哎、欸，我没钱。你没有拿到啊？我没拿到钱。怎么玩？这怎么玩？为什么你？这怎么玩？他会问你答案，然后四选一。会回答正确的哪里有？快点，全部选坎培拉，哦、全部选坎培拉，对对对都选坎培拉就对了。快点，你选你点我点这样子啊！哇，有人在洗钱啦、啊！没事，我没有了，他不跳了，他不跳了，没有了，没了，第二次，两次啊，只有两次而已。应该他我身上有七个金币耶、欸！哎呦，快坎培拉，坎培拉，坎培拉，对对对，这样子，坎培拉，坎培拉，哦，金的也是黄金。那边呢？结果坎培拉，快点，快点，快。这个上其他人可能按远一点哦，其他人可能远一点。啊！被发光了，被发光了，知道了。全部人都在这。嗯，转，等他来，我们再定。不，我先定，我先转，我先定。还有可以按吗？继续按。有，出来。出来。快！哇，这洗钱了，真的洗钱嘞！好快，好快，好快！没了，诈骗团伙啊！洗钱建厂啊！哇，哎、欸，这比钓鱼好赚啊！还要去打什么麻将啊？天啊，快跑了、啊！我觉得这个很棒，这个太优秀了，太
太优秀。作者冷却，那作者。坏掉了，坏掉了。换换了，按看。对啊，你们离开再走。哎呦，有了。你在哪里啊？是站太近啊。没有，也不是。你们，你有没有？来换人，换人。要等多一下再按呢。来，你们给你们领，给你们领，我去换钱。好好，你换换来换。我觉得这已经有点不平衡了啦，他们在起始路口啦。我觉得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不能刷。哎呦，有了，没得换，这里没得换。我觉得有点不平衡了啦。好，先逃，先逃。让他去各种买了，你看要买爆了，要买爆，要买爆了啊！这个直接买爆，说到第一眼定就好了。对啊，我一人定十秒。听到死哎、欸！你从哪里换那个、啊、黄金换那个钱？我根本不知道，我没换过黄金。好像应该也是在那里吧？贩卖部。啊，你只要买92个，他就可以定在原地倒计时。不是这，不是这里。哦，没了没了，结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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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小雨哦。什么都没弄到，天哪！现身，没钱。我发现那个隐身时效到了。这里吗？这里有什么？没有，有西瓜。你好可爱，真的很可爱的。水瓜。哦，这边。我是觉得波波比较西瓜敏感。为什么？那要黄金，波波先很悲伤。波波。阿波瓜，阿波瓜，早啊，鲁豆，早啊，鲁豆，要不要？真的没有，我真的没东西。哥吗？对啊，这里都没有的换呢。还是前面这边有摊位。我记得是在很多，好像有一个地方会有很多村民，可是我忘了是哪里。叮叮叮，猎人商，换钱的阿波瓜。换钱在哪里？换这些黄金也没得用啊。对啊，我记得有个地方是黄金可以换两个铁的。对，我啊，好像是这间吗？这里吗？在那个啦，小游戏摊位那边的。哦，小游戏摊位。这疗伤人，这疗伤人。哎呦！怎样？好，感觉很好玩。感觉很好玩，这可以玩吗？我走一回来，这里好像没有。二零，你小游戏在哪里了？啊，那个是丛林那边的。丛林里面。好，那我们不要去丛林了。哎，远方来了，远方来了，快跑！来了，来了，来了，定身，定身。闻到味道了，快跑！好了一下。吓死人哦！我想说他怎么都会飞的。你带他头颅是不是？带 biu biu 头。白痴哦！带 biu biu 头太可怕了吧！这个才没吓死。哪里换啊？没有啊，你刚才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吗？没有啊？好像没有呢。我看看。我记得有，可是不知道在哪一个。哎，这个没有啊？我怎么记得是商店里面的？但渔村没有，起始点那里也没有。我们刚刚去的，还是在那个啊，什么那个什么号，探险号。探险号这里有一区吧？新的任务啊！哦，每90秒依序关闭，在内的逃亡者会淘汰。即将关闭的是丛林。哦，所以上面显示红色的是快要跑就对了。对，所以是时间倒数完，丛林就会关了。对，然后你那边会告诉你现在身处在哪里，至少你就知道。哦，但我们要作者是说金币已经移除了啦，只是这个你们拿到算 bug。哦 ，bug 这个根本没用，赔钱作者。假钞啊！你们洗钱的，你们洗钱的。我们怎么样？洗钱说，本来设计就这样子嘛。洗假钞了。没办法，有人不让我们赚钱，好像就可以。哦，吓死我了！延缓区域关闭。哦，哪里啊？我尿尿尿。哪里？哎，20该讲到哪里？不。不，你这样没有用，要
哎，二零，你很会、啊、哇，二零，没用啦，我已经看到你缓缓飞过来。我是用 F 在看，因为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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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努力，没有人努力、啊。决定开启躲猫猫模式。不想努力、欸，这里好像可以耶、欸。你要考什么？我不行哎。可以吗？哇塞，好像可以。你这样搭得起来？拉上吗？我靠！你要试试看。你该不是爬音架吧？哇！我感觉你们吸不到东西耶、欸，会被挡掉吧？哎、欸。哦，好哦，哎、欸、哎、欸，要我们走走走，你们先走，你们先走，让我试一个。为了钓鱼比较命的、欸哦、啊！你的装置出现了，要下去了啦！哦，努力成功了！哦，那、哦、个，哦，烽火台出来了，哦，哦，所以这边就很衰，这个区就在旁边而已嘛。关了，嗯，那我继续了。卢、哦、米做事了啊！那我要回去了。卢米好强哦！哇，那你们要去阻止剩下区关耶，不然你们做的地方超少。没有他要关的时候才会有那个点出来。嗯，对啊，对啊，所以你们还是要去关。所以我们刚刚至少已经被关了一个了。啊！有人喊叫声，喊叫声，打到狐狸耶！他打到狐狸队耶！狐狸叫，狐狸被打的叫声，狐狸被打到叫，狐狸要讲啊！你怎么不讲？遇到爱啊！狐狸被踩到，所以完全来不及，完全来不及。不是你刚刚不就啊？你可以加入摄影大哥的行列。你刚刚超好笑，他又有钱了啦，他又可以发了。不够，我只能去买个加速，正常加速不会黑的加速。有东西啊，帮助了我们，超像的。狐狸来不及叫，那个他在渔村，他在渔村，渔村人在钓鱼了啦。谁逃走了啦？谁在钓鱼啊？渔村谁在钓啊？钓超爽的。什么年代了？我解完了，我解完了，我解完了，我解完了。哇，这么强、啊！什么年代在钓鱼？捕钓鱼的啦。检查很仔细哦。对啊。当然检查很仔细。是的我。那个摄影大哥，你的摄影机没带着啊？摄影机，哎、欸、哎、欸，对，摄影大哥头出来了，有带摄影机啊？摄影大哥被清掉了。你看那其实是刚刚狐狸的声音吗？我保你这一区有一个人啊，应该是二零吧，我猜。哎呦，这一区是哪一区？哎呦，不能被过多，被过多的讲了。摄影大哥，你的摄影机有点大，他以后帮我。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长距的那种。一点，这有常待客，帮我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换机的地方，说不定他还有遗留，有没有？我怎么有那个？啊，是龙的飞，没有那摄影大哥啦，巧克力怎么穿到衣服了？这样可不可以扛住几刀？多扛几刀！哎、欸，我也要穿，我也要穿。我发现这里有卖啊，我拿那个黄金跟他买了。哦哦哦！哎，渔村哦，这家店我有去过哎、欸，这家店我有印象。嗯、欸，哦，那里对。哎、欸，你说现实中吗？哦、对啊。这也是这里耶哦，好还原。好还原，好还原。他说没有到百分百还原，因为怕有。这是什么意思？事情呢？出事了，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帮你吗？二零要帮吗？我要。他就是、啊、好，你要。如果二零在哪里啊？我在渔村。好，我们不要过去，不要过去，我们去下一个店。对对对，没事没事没事，我来，鬼屋没事，鬼屋没事。好好好好好。哦，撤了撤了撤。哎、欸、啊，杰克，你刚刚说 OP 点在哪？你说，哎、欸，来，你跟我来，跟我来，好像可以耶，那边好像可以耶，你们两个，哎、欸，靠，要快快的人敢干嘛？没有啊，那个是摄影大摄影机，所以那个头有点大。
摄影大哥的头有点大。我说，哎、欸，还有另一个 OP， 这是这其中一个吗？不行，这里面骗我？真的有啊，刚刚可以啦。你说没有每个都可以拿？这样。上面那个武器库我刚刚就拿了。哦，你呀，对，哦，这样子你吸得到？吸得到。哦，可你刚刚不是有掉下去吗？可是还是吸得到了。嗯，什么声？有要去吗？哦，哎呦，那你要我太强了！哇，你太会躲了吧！啊，波波，等一下，波波，你有显示说什么东西吗？没有，你画面都没有显示东西，都没有显示东西啊，没有。他那个如果知道，他就直接蹲了。对，他就直接到那一区，嗯啊。我想说解成功了之后啊，而且那要去 OP 点了，对吧？而且还蛮难找的，就是没有被封吧？我记得没出过。对啊，对啊。哇，哎，那個，哇，哎，你刚获得蟑螂，我前面就出现一个 BO BO， 吓死我！哎，欸，你在哪里了？你到哪了？蟑螂是什么？你就走出来。你玩那个弄那个的猎人的，出来哪里？哦，对对对，就是你正在被追的时候可以丢，它恶心。那我觉得还是企鹅比较好用，哦，但是因为那个，啊，你恶心的话，那对它有可能会吐啊。对。现实上的吐，现实上的吐，啊，那狼嘞？我跑太快吗？在哪？这里，哪里哪里？啊，白痴哦！啊？哦，你要在那个？其实这好像也不错啊。哎，欸，这摄影大哥很能拍，你可以。欸，这摄影大哥没有视角啊，可以旁观呐，啊。波波，你在哪？旁观就长就不要没有，就这里而已，这边随便躲吧。哦，这不是钓鱼的地方哦，啊，不是啊，哦，白痴哦，这边摄影大哥进来哦，摄影大哥有这里有鱼可以钓嘞，真的嘞啊，有鱼吗？没有，骗了三个人，我觉得刚刚那已经很强了，好不好？撤！哦，刚才有一个恶灵也偷偷跟进来，还想钓啊？哈，谁呢？摄影大哥要生气了哦，摄影大哥要走了啊！摄影大哥不要生气，有欧米亚给要不要？金锭吗？还是你要皮鞋？哦，我有皮鞋。他在香港渔村的起始点。咻！现在钓鱼区完全不能去了。能？警察巡逻啊！警察巡逻啊！干嘛？谁呀？看自己的头。对呀，笑死了。你看到自己觉得很好笑，给我点讯号。讯号来了，讯号来了。应该没任务了吧？还有任务吗？不要吧？没啦，应该是没。还有吧？哦，对，还是还有一个，应该没了，三个了，三个啦。嗯，哦，没了。谁买东西？还是谁在干嘛？二零在，不知道是干嘛。所以没有，那我就那个啊，带好大摆啦，带好大摆走在街上啦。嗯，不要害怕啦，这里不能掉啊。你们在哪里可以掉啊？很多哎，欸，蛮多地方的，蛮多地方的。宝宝地区没了，只是好不好？你说什么？谁跟我讲哦？这比较刺激嘛，对不对？哦，他是给讯号，给讯号，啊，给讯号，CD，等一下，不到五分钟。潘金，嘿，你这样子，然后 F 五，对啊，我是 F 五啊。哦，这里也可以掉啊，只是鱼好像掉不起。我吸不到，所以刚刚我在商场那附近看到他在外面走来走去，我也不再看他，吓死人！
你是多想玩游戏啊，你很喜欢玩游戏哦，很好赚的、欸、这个。哎、欸，游戏真的蛮好赚的。啊，那他都玩什么游戏？都没玩到、啊。从在丛林那边。从黑，这区也没人。那什么东西？冲冲冲！我是不是要死了？冲冲冲！冲冲冲！冲冲！还有企鹅啊，他没有企鹅，你不会、啊？对啊，你有一个企鹅啦。鱼上不来。你还有蟑螂不是吗？对啊，你忘了那个了？是有啦。对啊，要帮你用吗？还目前 OK。我们两个好像面壁的小孩。看来不是在那边啊，你有听到吗？他的信号。你走错了，你走错了，你走错了。听不懂没关系。听不懂。两个面壁的小孩。看各种的密道。这还有迷宫哎、欸。哦。好晕啊。晕。哎，现实中真的有那个摊位游戏可以玩吗？嗯，不知道哎。这边没香港人吗？是吗？对，他说这是逃走中这个游戏哦，还有那种海洋公园啊，海洋公园吧？哦，我以为是活动中真的有，也太夸张了吧？可以玩，太嚣张了。有必要是没钱啦，没钱啦，只是没钱啦。二零，你跑好快哦！二零，哇，二零，二零跑很快，二零，二零跑很快。啊，鱼吸不到，啊，终于浮上来，我想去尿尿，真吸不到。什么什么？你跑好快哦！你往上跑的也好快哦。不是，往上跑。二零快哭了，二零快哭了。很难过。我在海洋馆呐、啊，在看海洋。二零在不跑吗？我有印象。二零跑一下，跑起来，跑起来，二零。输了。不是海洋馆。不是有海象吗？很大的海象。两分钟。两分钟。海象是不是可以出去玩了？嗯，怎么射出来？是不是可以出去玩了？走啊！我觉得这里好漂亮哦。你有杰西吗？我只有一个杰西。我来看。我一个，在蔚蓝湖畔。嗯，宝宝，他还跟你约那边，对啊，蔚蓝湖畔约吗？上次我都没看到，他这里有那个海洋馆 ，beautiful， 他那边有那个鱼啊，对啊，那个雾啊，那个鱼啊，那个雾啊，不是那个云啊，是鱼，鱼呀，好大的鱼呀。不要挡！那里有去过吗？什么？哪里？这里啊，这里，这里。我懂啊，蔚蓝可以。海洋区，我去过啊。哦，你说下面那个海洋那博物、嗯、那个吗？它有一个那个海洋之心。哎、欸，他来，他来，他来了。我们要打你啊！有那个一堆，你去，你自己去。没有一堆啦。直接他把他粘住十五秒啊，然后在他脚下放着什么？哎、欸，我的天！你自己去就好了。再等一分钟。好啊。天哪！啊、二零，这个朋友一起去啊，对不对？对啊。气儿，气儿，气儿，气儿！打一下就会死吗？还是两下吧，两下左右，很痛哦。然后放气儿，你要试试看是不是。我让你打一下吗？不会死啊！钻、欸、石钟好强，钻石钟很强吗？真的，你不会死、啊，靠两颗星而已啊！太强了吧！打打打打打打，太多了吧！我打你，做什么？抓我、啊！几千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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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有十秒有十秒，你不是要抓我啊？被打死吗？好、啊，时间到，时间到了。你是打死他还是时间到了？时间到，时间到，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因为有一个减二十秒啊。哦，对。嗯，有一个减二十秒，二零使用的减二十秒。哦。蟑螂减二十秒。他其他地方的衣服都无法拿，精品店的可以拿。精品店哦，真的有差。好强。这样就可以被打五下。哇哦，这么猛。哎，那穿那个，然后。拿那个精品店哦，不死图腾就有用哦。对，不然不死图腾，我那时候看就表现很烂呢。不是因为他血回很慢啊，可是脸打比较痛啊。对啊，还是没什么用。哎呀，彪彪，
怎样？为什么你还有那么多钱？我拿那么多钱？还有十万八，十万八，还有你钱很多耶，十八万，你们二十万，赢的人都有二十万。我的户头，你们为什么那么少钱？就嘿，对啊，我放。我跟猎人是同一国的啊，对啊，就是你一开始把他放出来，大没有，我临检有效、哦，这个警察哦，这个该颁这个当警察局长了，太猛了，有临检有效，最后可以玩另一只歌，哦，好，哎呀，临检有方啊，嗯，版本一样吗？一样。嗯，跑酷肉，跑酷肉，哎、欸，为什么还快手不能跑酷？就怕有些人不见了，二十抽啊！厉害那个游戏，所以是跑酷吗？真的假的？你的主场秀啦！哇，是原始麦块哇，原味生存。开始走到了，南瓜有南瓜，敲树敲树，有挖钻石，挖钻石啊，挖黑石，挖黑石，哦，这个哦，今天有，这是什么？抢夺时代，也就是 bingo 的地图，小雨小雨可以，啊，它就是类似奖金争夺战版本的玩法哦，对，它一开始的时候手上是不会有那个地图的，那它会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任务，哎，为什么？没有完整啊，对啊，他怎么没有那个没有完整特殊的那个？所以他们还是没办法自己来啊。哦，因为他也是指令包。哦哦，看来那我是用指令包创造的，可是好像告示牌就都没有。看来我们只剩下跑酷了，怎么办？哇，没有，就用他原始的地图。对，原始地图。那有点可惜啊，这个。资料包就好像没什么用。对啊，因为它就像 UH 是那样，你就可以自己开一个麦块，这样每次会有不同的地图。不然的话，它原始地图我们就已经完全都知道各个点。没有啊，哪里有什么？哪里有？不知道这里没有啊！可恶！可恶！你们两个在可恶什么？觉得等下没有挖到就好笑。那个讲一下，那个像 UHC 啊那种指令包，这个真的不好写。嗯，大家胃口都越来越大了。真的，真的。看来剩跑酷了，是不是？没有没有，一样一样，就只是就是用那个地图换他原本的，他原本的地圖。等一下，我们也不知道坐标了。那我们之前有玩过，哇！这时候就可以吹捧哈基，哈基你怎么这么厉害？哇塞，太猛了！有你这个人，哇塞，这实力 ，Oh my god！ 太要大，可以进，可以连喽。好。哈基都不理我，锁定目标，哈基登陆，锁定目标 ，Watermelon， 哦，好不好？有为二十个人制作特殊的成就，二十个人，对，我们现在这边我们之中只有我们 H 三有，哇，太棒了，我也有哎、欸。啊，今天有啊，有看我看到。移除任何有关兔子的目标。移除任何有关兔子的目标。哇，太棒了吧！为什么差这贼？对的。啊，来，这个玩法呢，就是等下我们，比方说这样子，有没有会抽取任务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总共有十个。那你只要完成一个的话，就会有对应的分数。像粉红色染料，它就是一分；红石方块，它就是四分。越上面的分数会越多。哦，对，那它一样也是会有一些，也可以看你玩法，或者是没有独占，就是大家都可以任意去做。哦，了解。我们就巧克力尿怎么了？有没有头上又来了？你要别看是自己带他们呢？啊？怎么没有吧？没有啊？不是我，不是我，就是你。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他拿掉了。他拿掉了。烂东西不需要，我们有十个的人嘛，可以分两队。没有没有，雨月你要转头，你看这个那边，这张地图好像没有西瓜、啊。哦，所以我们这个不行。好，不伤害兔兔，开启哦。好，
好，为什么？为什么他一个叫锁定哈基，一个叫锁定西瓜？他是不是有在说什么？他在暗示什么吗？不好说，不好说。然后我们有开启一个叫做目标完成的话，他会清楚。比方说，你可能合出一个海带干块，那海带干块，你身上的、你身上的会消失掉。但那个任务别人还是可以做。够了。感觉蛮厉害的。然后死亡会扣分哦。好。小雨。那我们就来准备分两队，分。那我们要嗨一点呢，自然回血关闭哦，这样子才更刺激啊！太可怕了，死亡是会喷装的哦，也会扣一分的哦。好，那我们就请迪叔为我们抽任务。好，这里这里，至少我们要看那个最难的，应该是可以做出来了。哎，你不要按一次就好了，狂按猛拿到东西，不要在右边右手边。海灵和这样太难了，下一个右边啊，对，右边有。哎，这个我觉得可以哦，灵性王，灵性佛山，河豚桶感觉 OK， 河豚桶不一定哦。马鞍，河豚桶还好啊，你就掉到。哦欸、要不行啊，他要活的、啊，他要活的啦，活的要好像要热带海才，热带海洋这一张好像没有热带海洋，对，但是粘性活塞要史莱姆是不是？对，要史莱姆，也不确定有没有史莱姆，史莱姆也很运气，史莱姆红尸体、哦，海洋之星，哇，之星要去绿宝石、钻石胸甲，这可以啦，哇，来啊，三个里面两个可以啦，那就来喽，好。好通话要分开吗？不用啦，这样应该不用吧？不用吧？那就来咯 Go go！ 我先点他截的图，让他截图啊，宰图，对，宰图了，宰图了，截图中。你要有边读边没有边读中间吗？开启同队伤害，不回血的哦，大家准备好了吗？小雨已经扫了、欸，我已经扫了题哦，他回来了，好了，我们走起。他一开始会让我们先看地形，会不会偷看一下？对哦，化木船、相思木船，这边没有。哎呦，哎呦，那这洋红色染料可不可以做？哎呦，洋红色，洋红色要洋红色花呢。要红色跟黄色的话，红色有，红色、红色、黄色都有啊。什么红色加黄色是橘色、欸？哎，那是橘色啦。焦黄的橘、欸。洋红色是洋红色的话，洋红色就洋红色啊。他要找花朵吧？对啊，那找花朵的。要先做出紫色跟红色，要紫色。没有，他有直接有的啦。伯伯，我们是队友，你不要讲屁话。2020，我做工作台，这是粉红色，好难。还有亮炮台，我做工作台，15分钟哦，我们就15分钟哦。第一个，好，哦，第一个，对，没有独占呐，不用害怕。是啦。哦，没有啊。木船，那就不用那么紧张。我做工作台，我做工作台，巧克力旁边，给你做。放轻松，放轻松。看完，看你手动好慢哦。不懂，你看，但是他的地图是有可能遇到鼻子的哦，可以打架，对不对？很远哦。那可以打架吗？可以啊。可以吗？打架吗？他甚至都可以开同队伤害了。哇，要剪刀哎、欸，也不容易啊。他说他地图的大小是5000格，五千格。嗯，我去找其他。把不可能化为可能。迪叔，你跑去哪？我看不到你啊。啊？坐标呢？坐标呢？你说一下。我去你那里。不要我哪有用坏你电脑？有，他是叫一些宅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没有，那是你。那是谁啊？江西拿这个任务都没有完成。哎、欸，迪叔，我看到你了，不要动。
你这，你不要看，不要看。哎、欸，我的工作台嘞，他是真的看到了还是假的、啊？不是真的假的。不过哈基好安静哦、喔，他是我的。耶、欸！我在想要看他干嘛？哦，好。哈基，快点告诉我们要干嘛？看到村民了。看到村民，搞村庄了。你看一下有没有可以用的东西啊？你看看有没有酿造台？对啊，村庄，村庄应该有啊。嗯，哦，绿宝石也是。绿宝石这个是高山，它底下超多绿宝石。我是啊，村民交易就好了。刚刚完了，我第一次答应你，我答应你们第一次，第一次。欢迎南瓜哦！哇，我才在找剪刀嘞、欸，可恶！把那个村民给杀了，他们就找不到了。哎呀，哇塞，很坏哎、欸！天哪，给我们找一下。死掉会扣分吗？应该不会吧。会、啊哦。不会不会不会。怎么会？怎么会扣分呢？来，迪叔，我还很好的吗？你很好，非常的好。你很好。所以你们坐标是多少？哎，他发你好人卡呢，你来安那样。那昂，他物理又多好，你为什么要讲的好人卡？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 ？biu biu。哦。OK 哦。OK 哦。已经做了，我都做了，都做一晚了。哈基真的是局，你为什么骗我啊？我没有啊？什么？红色加黄色，开始说红色跟黄色，这是橘色啊！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相信你，但我就是要做出来打脸，羞辱他是不是？其实那个是两格高的话才有的吧？这粉红色不烂吗？我可以为团队付出。洋红色，我想找到很酷的东西。红色，找什么？等一下，你就知道了。有，认真哇，嗯，那么认真。biu biu 为我们赚了几分 ？biu biu 赚一分。哎、欸，对他画木船友不能嘴他。那一画木船友，来，我再做一艘画木船，好不好？不要生气了，不要吵。再做也不会。我有羊红色的。哇，这个，哎、欸，把所有的都打起来。好，没问题，没问题，马上打。为什么没有？我要去挖钻石。去啊！钻石兄甲等你啊！对，钻石兄甲就不要我赚整套钻石装。女巫的家没有那个酿造台哦。没有，有郭芙了，有郭芙。我太难过了，我还想说我看到了，很开心。是迪叔哎，迪叔啊他，我跟你同队了，打他打他打他，我跟你同队啊，在干嘛？他啦。突然有点害怕。你输打杰克了，他敌对的啦。杰克这么好，吓你！你看这么好，那个要出海，那个要出海。要那个高原地形，莽原。嗯，莽原。干嘛跟你们讲？它什么颜色的、啊？就是那个啊，崎岖状的。崎岖的。通常会在沙漠旁边。崎岖。天哪！崎岖。我几格了、啊欸？蘑菇汤，我们也要想办法、哦，他们可以做出来，我们一定也可以。嗯，那你们的坐标在哪里、啊？绿宝石可以吗？绿宝石我在想办法了。哎、欸，波，你往下挖，钻石交给你。有，我在挖钻石了。对，没挖到钻石就是给你。钻石胸甲。好，一定要进卡。八颗钻，15分钟八颗钻，基本款 ，OK 的。基本款。基本款。这也太基本了哦。很基本哦。农田好少哦。农田。你要用换的，洋红色，哇哦！所以这个地方有可能会遇到他们哦。我斧头准备好了，我斧头准备好了，准备好了。红色，我等这刻等很久了，准备要打架是不是？对，我打敌人。战斗了 ，battle 不行了，我这边已经有点地图有点读不出来，有点卡，嗯。那这个的小缺点，有蜜蜂哎、欸，有我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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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有任务。看有绿宝石，打蜜蜂会有？没有，打蜜蜂我们绿宝石给你。打蜜蜂会掉那个酿造台啊？在哪里？跟我们说，他从哪里生出来的？好不好？那打我，然后扣一分拿，好不好？好像可以。哎，等一下，我也看到村庄了哎。打了，斧头拿好，斧头拿起来，斧头拿起来。
打架打架打架，从拿钱准备打架了。成功坐标，坐标吗？我大概1300，1300。一千三，那应该不是哦，不一样，不一样，不同的，是不是？你们在多远啊？不跟你讲，讲个大概就好啦，不要讲完，不要讲完整啊，讲个大概。价交换啊，对啊，我们都讲了。你这样会上社群哦，小心一点。换卢米，卢米说教，卢米说教，卢米说教，卢米。我迷路了，我已经迷路了。啊，对啊，你讲你那边的东西啊。没有，我在很高很高的山上。没有我的信号。底数。你有煤炭吗？煤炭我没有。我有煤炭。给我个信号。哦，压力板。金子压力板。好分了。两个黄金啊。对啊。好猛哦。两个黄金砖。隐约你们也都往下了吧？我在地洞，我在地洞。我在地表继续绕。有什么东西好？弄这个黄金汤。还有相思木。对，我在找。那我多挖到一点煤炭就赢。哎，挖到绿宝石，挖到绿，我看到绿宝石了。哇塞！我有钻石，我有钻石，我有钻石。好惨！好惨！你是不是还挖到海洋和之星啊？对不对？我在地顶的大哥。你们演一下，你们演一下，小弟。演一下。你把它放出来再挖就可以了。等一下，有铁巨人嘞，我要打吗？铁巨人。啊？为什么不打？又什么时候不打了？对啊，会掉铁，拜托。那打，我看看。我怕我死掉哎。不用怕。不行，现在同分，我不能打。对啊。你要冲，输要冲，杰克，我们 DBD， 冲才有机会啊。不要。一起三六零。你在哪里？你跟我讲，我去打。不要不要，才不要给你们嘞。哇。他们应该是很远。小气巴拉，他都知道我们的坐标，都不跟我们说。对呀、啊，都现在都做、欸。那个蘑菇汤我可以，蘑菇汤我可以了。哦，好好好。为什么蘑菇汤可以？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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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天哪！我知道你们的坐标，我过去啦。好啊，来啊。你们可以，我都可以啊。可以啊，来啊。有什么问题？有在怕吗？怕输了。恐怖死了，小雨都讲了，恐怖死了，我不枪，好疯啊！为什么没有结束？哇！哎，啊，没有没有，我说死了，那个十五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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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我想说什么结束？十五分结束，原来大家都误会了，是不是？哎，绿宝石哎，没有没有没有，那位绿宝石呢？我还是烧铁啦！哎呀，对不起嘛。我很担心，那我要去打铁巨人了。反正都输了吧，超过了。哎，哦，你好棒哦！哇，不要太夸张了吧？雪屋里面有酿造台吗？这还有可能？底下，底下，底下，底下有可能，下游对，要找雪地，没关系，找钻石。我跟你越找钻石，我还有波波也在地下。我现在这边有一，应该是一颗呗。嗯，怎么找不到海呀、啊？我想出海啊。他好像没什么海。对啊，我绕很远了。哦，我们都是岩浆。浆。铁哥快死啊，铁哥！哦，白痴哦。我以为南瓜是用剪刀剪才有南瓜种子，放在身上。然后直接直接，哎呀，南瓜都有了，死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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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烧死了？你踩岩浆是不是？小心了。你是当另外一款游戏？你是不是被另外一款游戏带坏了？啊！我打死你了！别人可以扶你吗？没有人，没人可以扶你哦。没有，钻石没挖，钻石没挖，没事没事没事，还好没有。我先再检查一下下面有没有岩浆。都在哪里吗？不知道。你用你的生命检查，你不需要这样。你检查哦，真的很硬吗？这个真的很烫，小孩子不要踩哦。会不会烧掉啊？不确定的，我猜猜看。哦，会会。我是刚刚哦，哎、欸，这个会哦，大家不要踩到、啊。对啊，这个我有被烧到，你看有没有扣子哦？最高温的男人。
最高温的男人啊。好想出海啊！妹妹，我怎么知道海了？哇，现成的烤牛排，真的假的？哦，吓死我！现成的烤牛排，还是热带、欸？有只牛自己跑去烫。小雨完成什么？压力吧。哎呀，剩余五分钟了，四分之三。开放海洋之心，应该是不可能有。应该不可能，这个村庄都没有村民卖东西、欸。因为南瓜这个版本新版的啊。所以我不确定分解可不可以得到啊？要、欸、可以打蜜蜂了，不要打蜜蜂，不行，他一定会掉绿宝石给我。啊，我们有绿宝石了，算了，地表就是看相思木。对啊，哇，我还缺三颗钻石，钻石有，你这里三颗了。哎、欸，那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做那个啦，我可以做那个。为何为何为何？你们到时候不要吧。一千四，你这一千两千四哦，过去打架，过去打架，冲啊！我们有钻石装哦，我们结果不做钻石装有没有？做钻戒钻服给你们，就做钻戒打架。就先到地表吧，应该这样比较好汇合。到地表吗？啊，对。波波在哪里？波波在哪？等我一下，我在我们原本的那个地方啊。有那个，一千两千四，那很远呢、欸。八百一千五十啊。哦，一千一千四哦，那还行，两百一百多个。那哦，原来是我跑很远。你跑到哪了？我跑到两千四，我还想说，喂、欸，怎么我正在这里？我觉得他们会来哦，他们会来掠夺、哦。死定了！扣分，扣分！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有有，他死了，他死了，剩一滴了，剩一滴了，剩半滴了，剩半滴了。对，是杜宇，杜宇啊！什么？为什么是杜宇？什么是杜宇？你怎么蠢死了？坐标，坐标。900 1500。哎呀，你们好远、啊、你们近吗？黄队的，我 X 往1000的地方跑，跑过去了。哇，一千太远了，1000-2000哎，那2000，你在2000，很接近，很接近。那时候很接近，好不好？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五分钟过不去的。阿纪呢？你说在1000往你说1000-1500是不是？我现在是1000-1100，我现在往1000，会不会讲？是1000的地方跑，不是我旁边有苦力炮，我啥都没有啊！看到你了，不要动！杀了他，杀了他，都没有苦力炮，都没有苦力炮，你先就给我。鼓励炮，鼓励炮，鼓励炮，炸爆他，炸爆他！波波上面要累个一下，会卡会卡，你们要到安全的地方哦。交给你了，哈基。天哪，我们团队太强了吧！应该可以完成，但是啊，暂时休假一个星期。哇！现在你就看看老师。今天晚上我不敢动。你双手放开了。而且我在高三不敢动。然后之前要去挖宝藏啊。对啊。你们都找沉船。李叔，你在哪？我就没有，我也不知道我在哪。F 三打开。从头问到尾。好啦，可以跟他讲了啦，无所谓了啦。对啊，无所谓的滋味。我在1000-1500，我好远哦。我在-2000，所以你们那个 Z 都是负的。对，我们都是正的啊，也没事。那我们差了3000格左右哎，5000格吧。啊，我们2000，然后负2000，四到五千格，哪来的2000-3000？对不起，优秀算术，先加减后乘除嘛，扣分，扣分，红土，哦，挖不到东西，鸡蛋可不可以上脚啊？鸡蛋要搞爬到山啦，我是不是走热带鱼的、啊？热带鱼吗？热带鱼不错啊。然后你可以去找河豚岛，就遗迹啦。哎，有船呢、欸，看一下。快，你赶快找一下。沉思，戳死他！沉思，戳死他！为什么你？不要啊，是真的有沉思啊。一定有啊，一定会有。戳死你，我就保护你啊。可是他卡卡的，所以其实还好。然后就发现他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你会发出狐狸般的叫声。哎呦哎呦哎呦！狐狸要溺死喽！
哎呀，要叫了，炖汤而已啊，你死了，炖汤而已。你看一下、啊，应该到底收了两个、啊。好远呢、欸，而且好漂亮、啊、这里。对啊、欸，漂亮。如果有河豚，你们就可以做出来了，好不好？河豚桶、哦、还没看到河豚，没有河豚桶啊，那是上一个的。没有河豚桶、啊、你怎么了？上前面啊，如果刚在洗任务的时候。哦，对。一层。我们是沼泽区，啥都没有。有藏宝图啦。藏宝图啊，海洋之心啊。藏宝图就海洋之心啊，就可以找海洋之心了。去找，有可能哎，可能有绿宝石跟海洋之心哎、欸，小姐。对，不要那么快放弃好吗？可能一次都找到哎、欸。而且你看一下，你那个船是不是相思木做的？会不会看地图？哎、欸，不会。完了，完蛋了，完了。一个会看地图的，完蛋了。哎、欸，我们所有人都超远的。你给我，你给我！哎哎，卡住，卡住！跌下去了，跌下去了！我不能甜美的梦了啦，白痴哦、喔！行啊，你真的太远了，一分钟来不及了。对，还要开图。对。哇！现在还要往超南边走。嗯。老师，你要不要坐船？这里，这里，这里，往这里。嗯。给你开。你开啦，我才可以跟你讲、啊。感谢克洛伊超级留言，感谢二十港币。我目标是什么？合作合作了。开图，超远。是有一个小。一直走，一直走。哎、欸，左边，好像左边。左边。右边。右边。反了，反了。哎、欸，其实快到了、欸。哎呦。好，哎呦，左边啊。认真了，左边。哎、欸，又有沉船。对啊，下去啊，找那个。下去啊。露米，时间已经要到了。时间。我们放弃宝藏吧，我们下去看一看船吧，老师。其实就在前面的陆地。嗯。右边的秒数超久，超慢，超久啊！他的一分钟超久、啊。在这座岛，哇，其实真的差一点。你再有一百秒就可以找到他了。再有一百秒。哎，肉身最勇猛，飞梦的绿，马拉松，耶、yeah, 欸！我找到绿宝石的书，来不及了，绿宝石我来不及了，绿宝石我已经做了，对啊，绿宝石已经做了，对啊，我那个是看看卢米的宝藏吗？还有啊，在这下面哦，来，我开卡，好卡哦，啊，该死喽，哦。你知道我还有修补的金锄哎，修补的金锄太没有中，小心哦，不要打掉哦。阿伦还有中，还有金剑，打沙子就好了。对对对，露米那边，露米要下到了，哎呀，露米露米找到了，找到了，你看海之心耶，有哎。你就不要放弃嘛，那么对呀、啊，哎、欸，你找到的话，哎、欸，其实你最猛哎、欸。还是差一分，还是差，然后差一分啊！你就诅咒其他的死掉，二零死掉一次，二零波波也死一次啊！啊，因为这样的话，因为钻石胸甲六分啊！哦，对，钻石胸甲，哎呀，哎呀，哎呀，不要轻易死亡好吗？你还死两次？没有没有，他是现在这个时候死的。对啊，二零还死两次。有吗？开到什么？我在跑马拉松。哇，我狂跑啊，跑超远。你跑很多嘞、欸。我找到一个村庄，村庄里面全部都是游民呢、欸，没有人有工作。都是游民，都没人有工作，傻眼。工作好吗？游民。怎么了？你肉身很猛啊？没有，后来二零超过了。二零超过了啦。没有啊，那是结束的时候才有。盾牌还是你的好伙伴，我一直举盾了很多窟窿哎、欸，哇哇哇！你输那么认真在挖，哇哇哇呀！结果一个盾都挖不到，好，哎呀，都是你的运呐、啊，真是运气了。我那个一洞一挖下去就是绿宝石跟夸张，哇，休息休息啦。辛苦啦，辛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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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啦！好啦，今天十点过后没有要继续加班，所以待会直接去睡觉吧，直接去睡觉啦。
明天礼拜六，礼拜六，礼拜六，那个他们有好像有约那个要玩《Among Us》太空狼人杀，嘿。明天我可能不会参加，因为我有委托要开始的话。抖内跟会员哪个比较多？当然抖内啊，而且你的抖内而且用汇款的比较快。你用超级留言的话，他们说是抽三成，所以你抖100块，我是拿到70块。啊，如果你就用银行汇款的话，当然就只是扣几块钱的手续费，对吧、啊？其实会员就只是有贴图跟前面的包子而已啊，就只是一个什么这样支持。啊，我原本就没有打算靠会员赚钱啊，因为太少了。好啦，先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看一下，看一下。晚安喽，晚安喽，晚安喽。抖内算了，好啦，好啦，你们开心。哎、欸，傻眼，蘑菇岛哎、欸，真假的？啊，你们那边有蘑菇岛？对啊，没有，哼，现在其实这个地图还是可以多玩，因为它是5000格，只是就真的会卡，嗯，对啊，我们15分钟玩了半小时，对，不然也做不出那么多分数，真的。好，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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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